下一节我们要学习的内容是有关医药方面的。先来学习词语。医院、医院、保健院、保健院、卫生院、卫生院、诊所、诊所、中医、中医、西医、西医、外科、外科、内科、内科。医院、保健院、卫生院、诊所、中医、西医、外科、内科。医院、保健院、卫生院、诊所、中医、西医、外科、内科。五官科、五官科、儿科、儿科、妇产科、妇产科、挂号处、挂号处、检验室、检验室、急诊室、急诊室、药房、药房、医生、大夫、医生。五官科、儿科、妇产科、挂号处、检验室、急诊室、药房、医生、大夫。五官科、儿科、妇产科、挂号处、检验室、急诊室、药房、医生。护士、护士、门诊、门诊、住院、留医、看病、睇病、睇医生、药店、药店、中药店、药材铺、抓药、执药、凉茶、凉茶、熬药、煎药、煲药、煎药、量体温、探热、打针、打针、输液、打吊针。护士、门诊、住院、看病、药店、中药店、抓药、凉茶、熬药、煎药、量体温、打针、输液。护士、门诊、留医、睇病、睇医生、药店、药材铺、执药、凉茶。
煲药、煎药、炭液、打针、打吊针。检查、检查、把脉、打脉、体温计、炭液针、化验、化验、透视、透视、动手术、动手术。检查、把脉、体温计、化验、透视、动手术。检查、打脉、炭液针、化验、透视、动手术。开刀、开刀、量血压、量血压、生病、病、受伤、受伤、伤风、伤风、感冒、感冒。开刀、量血压、生病、受伤、伤风、感冒。开刀、量血压、病、受伤、伤风、感冒。发烧、发烧、疼、痛、痛、咳嗽、咳、呕吐、呕、腹泻、拉肚子、肚屙。发烧、疼、痛、咳嗽、呕吐、腹泻、拉肚子。发烧、痛、咳、呕、肚屙。打喷嚏、打哈气、胀闷、嗳、崴、屈、上火、热气、痒、痕、破损、损。打喷嚏、胀闷、崴、上火、痒、破损。打哈欠、嗳、屈、热气、痕、损。厉害、犀利、头、头、脑、脑、脸、面、眼睛、眼、鼻子、鼻哥。厉害、头、脑、脸、眼睛、鼻子。犀利、头、脑、面、眼。
鼻哥，耳朵，耳仔，嘴唇，口唇，舌头，脷，牙齿，牙，喉咙，喉咙，下巴，下巴，耳朵，嘴唇，舌头，牙齿，喉咙，下巴，耳仔，口唇，脷，牙，喉咙，下巴，胸口，心口，腋窝，胳肋底，腿，臂，膝盖，膝头哥，肘，手掌，脚跟，脚掌，胸口，腋窝，腿，膝盖，肘，脚跟，心口，脚肋底，臂，膝头哥，手掌，脚掌，心脏，心脏，胃，胃，肝，肝，胆，胆，肺，肺，睡觉，睡觉，心脏，胃，肝，胆，肺，睡觉，心脏，胃，肝，胆，肺，睡觉。